不对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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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子月，一碗小吃甲天下，夜市小吃甲台湾。说过这话？这种旁枝末节小事情，不要在乎这么多了哈。哎，古人说过了，唱歌只是旅游一小部分，不是重点。哎，说到点上了啊。对了，国外的旅客来台湾，除了看景点，最重要的仪式是什么？什么仪式啊？吃嘛。吃，正所谓台湾小吃甲天下，夜市小吃甲台湾。不对吧？好像是桂林山水甲天下。旁枝末节小东西，你不要在意这么多了哈。这是旁枝末节。哎，古人说过了，无竹令人俗，无肉令人瘦，不俗又不瘦，竹笋炖猪肉。曾子曰：甲崩红得多。曾子说过这话啊。这种旁枝末节小事情，你不要在乎这么多了哈。我怎么什么都不在意啊？哎，总之你把朋友交给我。我带他们从台湾头吃到台湾尾，来一次台湾美食巡礼，怎么样？你说说看，打算带他们吃什么？来台湾嘛，来台湾你得吃这个咸酥鸡，得吃吧？哦，这一定要咸酥鸡，来个猪血糕，哎，这也要甜不辣，竹筒饭、山猪肉生煎包啊，来个蛙桂蛙吉鸡排霸掌、阿给贡丸、高粱香肠、卤味拼盘，有豆花蒸奶、大饼包小饼、大肠包小肠、胡椒饼、胡椒虾、卤肉饭、卤大肠、铁蛋。鹅蛋、鱼酥、虾酥、清蒸臭豆腐、泡霸丸、炸霸丸、冷霸丸、清蒸霸丸、鹅阿贼、虾仁煎、卤鸭肉羹、土托鱼羹、香菇肉羹、虱目鱼羹、鱼翅肉羹、酥炸细虾、黑糖米糕、黑糖糕、九转肥肠、鹅阿米酸是当阿米哥、油心煮米粉、万峦猪小、宜兰鸭肠、金门贡糖、三峡金牛角、马祖芙蓉酥、天津葱抓饼是龙潭花生糖、有要炖羊肉、要炖排骨、要炖土塞、月亮虾饼、蒙古烤肉、软骨饭、坑肉饭、火鸡肉饭、切拉米、大米、古巴米、姜肉鱼、姜母鸭、麻油鸡、烧酒鸡、高渣补。肉鸭饼、手一串、新木瓜牛奶、鳝鱼面、车轮饼、北藤桂、龙凤腿、小笼包、四神汤、猪血汤、贡丸汤、酸辣汤、虱目鱼汤，有炸弹葱油饼、火焰骰子牛、爆浆鸡腿卷，是姜丝炒大肠。好，不错。哎呀，这确实都是著名的台湾小吃啊。对了，吃完之后包准他们一拍肚子一抹嘴，吃饱了撑死了，你才撑死了。